这一刻 Asia 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大家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圆桌，来自 Z 时代的开源新生力量，然后呢非常开心能够代表开源之下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我是今天这个圆桌的主持人吕梦，也是开源之下活动的主持那个运营。然后呢开源之下呢是2020年开始由中科院软件所发起的一项面向高校学生的长期的暑期开源活动，那今年呢已经是第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呢，我们联合了百余家国内外的开源社区呢，在那个导师的指导下，上百余个那个开源项目任务，在学生的与导师的共同努力下，然后进行开发工作，有了极具价值的一个产出。那同时更重要的是呢，通过开源之下，我们搭建了一座桥梁，就是连接了开源社区和高校的学生。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座桥梁呢，使高校学生能够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开源社区，深入开源社区与那个项目的开发者深度交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对学生的自身的学业提升，还有就是技能的一个提升，以及后续的职业发展都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指导。这个呢就是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那个为开源社区在高校的群体中的一个普及和布道那个提供了一个渠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四位曾历届开源之下的参与同学，同时现在也是Apache各不同社区的一个开发者，来到了这里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参与开源之下的点滴故事。那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呢，能够对 Z 时代的开发者们有所启发，那同时也能够希望鼓励到更多的高校学生参与到开源以及开源社区中。他们分别是呢来那个 SkyWalking 社区的陈一浩，然后还有就是 RocketMQ 社区的谢奇俊，还有就是还有张俊杰以及那个黄张恒同学。那我现在就话不多说了，把话筒交给大家，大家一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吧。然后再还有就是能够顺便分享一下大家是如何跟开源结缘的。 OK 好，那我们请 Sky 先开始吧。好，大家好，我叫陈一浩，也可以叫 Sky 嘛。然后现在在加拿大 Queen's University 的Software Analysis Intelligence Lab 做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是服务网格，然后我也是 Apache SkyWalking 的 Committer。我在2021年的作为学生参与了开源之下的活动，然后今年的作为导师指导开源之下的学生，还有 GSOC 的学生。我参与的开源的经历应该是远远不如的在座的各位的，因为我是在去年通过偶然机会才了解到 Apache SkyWalking 和开源之下的活动。在这之前呢，我基本是没有给开源社区贡献过什么可以复用的那有价值的代码的。最多是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呢，我接触过一个叫 Flaron 的 PHP 论坛系统，然后我参与过社区讨论，然后还有翻译文档这些事情，然后就是没有提到过代码嘛。主要就是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敢，我觉得大家肯定以前都有这个体会嘛，参与一个知名的开源系统，然后里面都是业界非常知名的大佬，然后它代码量又很大，这要交这个一个 patch 或者通过 code review 是非常需要胆量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我怀疑自己看不懂，一个大的开源项目通常来说就有十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的代码，就是你连找个 main 函数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你要怎么去开这个头。第三个就是没有一个契机，就是你比如说很多人包括我都趋于摆烂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塞到你面前，你不会去珍惜它的。我觉得开源之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降低了这个入门的 bar 嘛。然后对我就这些。 OK， 那那个我们来请IoTDB TDB 社区的谢奇俊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然后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我叫谢奇俊，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一名研一的学生，本科在西北工业大学软件学院，然后也是 Apache IoTDB 的 committer。首先聊一聊我当时怎么和开源结缘的。其实我大一是化学系的环境科学专业。
然后在大二才转入软件工程。当时在大二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写的一些小软件，就会开源到 GitHub 上。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开发了一个机器人比赛平台。然后由于我们的平台是用作中国机器人大赛的官方比赛平台，所以我们最后也就开源到了 GitHub 上面。但我觉得我真正深入了解开源还是在大四的时候，然后参与了开源之下。好，谢谢Qijun。那我们请 ShardingSphere 的那个张俊杰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那个我是张俊杰，就是 Jieker Time。那个我先说一下我跟开源经历吧，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软件工程，然后所以在工作中和平常学习中肯定会接触到一些 Web 框架，比如什么 Mabelis 啊、Spring 啊之类的。然后用着用着，我就特别好奇他们是怎么从 Java 搭起来的。所以我在日常项目里用它们的时候，就会尝试的去看一下它的源码，去了解一下它的运行原理，然后逐渐我觉得它可以进行一些优化，做一些定制化，然后也可以在我日常中使用它。我觉得这是我对开源的这么一个小启蒙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就带着这份兴趣加入了京东，然后也接触了这个 ShardingSphere 这个项目。然后我感谢我的同事跟社区的大家帮我一下。然后我就对开源有了真正的理解，然后也喜欢上这个开源，然后觉得开源是一个就是我们技术人的一个沟通和学习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也可以交流如何优化我们手头的项目啊，如何展望未来，巴拉巴拉的，开放我们的眼界。对，我觉得开源可能就是一个技术人应该有的一个技能点，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归宿吧。对。好。谢谢俊杰，然后我们下面再有请 RocketMQ 社区的黄张恒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黄张恒，我是来自福州大学的大三的本科，然后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平常主要是热爱做一些开源贡献，参加过一些社区，像 RocketMQ， 还有 SobaJReft， 还有 TIDB 等等，然后我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参与开源的，那个时候接触了第一个社区是 Soba Jref 的，然后我在那个社区做了很多的贡献，也认识了很多的开源的前辈，然后通过开源社区，我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些分布式系统的内核知识，并且通过动手做项目，把我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然后此外，我是在去年参与的第二届的开源之下，社区是Soba Jref，然后。我拿到了一个突出贡献奖，并且提名了 committer。然后今年是第二年参与开源之下，社区是 RocketMQ。然后目前项目也基本完成，并且在提名 committer 的流程中了。所以，我觉得参与开源是我非常自豪以及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非常棒。这样通过大家的自我介绍呢，我们对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那我们大家的经历可能是不尽相同的，那对接触开源的契机，还有就是起始时间也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能共同看到是对开源的一种情怀，还有一种热爱。再就是在大家参与开源和开源社区的过程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称得上是社区的资深开发者了。然后呢，就是刚刚大家也有提到，就是大家有同学呢是在参加开源之下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了开源社区，然后呢，就此也是就深入的参与了那个开源，并且爱上了开源。那其实呢，也是这3年来呢，其实有很多同学也是通过开源之下这座桥梁呢，才得以真正打开开源世界的大门了。刚刚大家可能也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呢，提到了自己的简单的参与开源之下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非常开心，大家是通过开源之下来，进一步的去，参与开源，这也是开源之下活动的一年举办下去的一个动力之一。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可能是更加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大家这个开源之下的一个项目经历也好，还是就是说开源之下的一个收获经验啊，得跟大家在一起说一说，然后希望对，对参与开源或者是有兴趣参与开源之下的学生呢，有一个启发吧。那我们还是从 Sky 开始。好，我先来分享一下。那我先说2021年的时候，我作为学生参与开源之下的经历吧。2021年我参与开源之下是 Apache SkyWalking 的 Python、Tianjin 的日志上报功能，
这个功能它本身它也不难，然后去年也是只是一个中等难度的任务而已，所以我很快写完了。然后，但是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就是，我导师张可他去年在鼓励我功能写完之后尽快提交到上游仓库里面合并。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我没有想到会有，就是，作为一个刚刚第一次参与开源的学生，有这种机会可以合并到一个知名的开源项目的仓库里面去，我以为我自己写的代码会有一大堆问题，然后其实在后来我知道我在那个项目申请书在写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把所有的实现每一个细节都写出来了，然后我现在就是理解嘛，就是开源之下不是让一个学生尝试像一个专业开发者一样去提交一个很复杂的 feature 或者去优化一个很复杂的代码的东西，我觉得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给你这一个机会和各种渠道，让你和社区达成第一次交流，让社区的导师去接手，怎么把你引进门这个过程吧。然后，话说回我自己，然后我陆续就在暑假里面和秋天交了10来次 commit，然后都合并到仓库里面去。然后我一直在参与社区和用户之间的交流，然后做了一些推动社区讨论的事情，比如说我推动了 Apache SkyWalking 在主仓库里面打开了discussions 功能，就是那个像贴吧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 issues 以前和一些用户的问题和讨论，它经常混在一起，所以它会造成很多，比如说核心贡献者你找不到真的要做的事情，然后或者说用户开了问题，因为不 relevant 很容易被关掉嘛，就是我觉得在这种代码之外的那社区参与，对于一个想要或者是目标想要成为长期贡献者甚至 committer 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开源社区它在如果在我们这个开源社区健康度的正式研究里面、科研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个词叫做socio technical system，就是社会技术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开源系统，一个开源项目，它是围绕代码，但它不止于是代码，因为开源它不是像企业里面有一大堆专业的就是写代码的人去那边维护的，而是由一个以人为中心的diverse 的一个社区去维护它的，所以我们维护一个健康社区远远难于维护一个健康的代码库。很容易看到那些成千上万 star 的开源项目就突然失去了主要贡献者，然后就没人用了，社区项目就倒了，对吧？所以我学到一点就是，在贡献开源社区在开源社区做贡献的时候，不要在代码仓库练死劲。好吧，然后如果你可以自己就意识到可以为开源社区担起一份的责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核心贡献者认可，成为一个对吧，很重要的人。然后站在开发者、用户和社区的这三个角度来审视项目的发展。我觉得作为这些，就能做到这些的人，成为一个 committer 或者主要贡献者不是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来说一下我就是今年 mentor 的经历，当然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中，对吧？所以要非常感谢吴声老师和柯振旭柯导，对我这一年来的那个巨大帮助和激励嘛。然后我在社区很多 idea 都有他们的支持和引导指向，所以我最近今年作为 mentor 参与开源之下和 GSOC 的，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 SkyWalking 提供一个新的 AIOps 引擎，通过机器学习来提升我们在可观测性领域的这些feature 嘛，然后主要就是也没什么可以说的，就是主要就是 mentor 嘛，对，就这些。很棒，就是 Sky 的，这个理解还是很深刻。那我们也刚刚通过 Sky 的那个介绍呢，说我们在开源社区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路人，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对自己的成长，然后在自己加上自己对社区的理解、对技术的理解、对项目的一个理解，那对自己的路的后续的选择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性指导的。那同样，现在也是 committer 身份的谢奇骏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开源之下项目经历吧。奇骏，你的那个麦，哎，好了好了，好的，哎，
我在咱们2021年第一次参与了科研之夏，然后当时承担了 Apache IoTDB 兼容 InfluentDB 协议或客户端的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就是开发出 InfluentDB 的适配器，可以让用户无缝的从 InfluentDB 切换到 IoTDB 上面，然后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和 Sky 相比，我的项目开发周期可能算比较长的了，一共持续了9个月，才最终开发完成。但是其实提交 PR 的时间挺早了，后续修改和完善也花了特别多的时间。在这次开源之夏中，刚开始我觉得只能算一个普通的开发者，经历了整个开发流程之后，才更好的磨练了自己。一方面就跟着社区的前辈们学到了很多，提高了自己的开发能力，然后培养了自己良好的编码风格。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社区的雨荣同学，当时凌晨2、3点还在帮我留代码，当时就已经跟他学了好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真的学到很多。然后另一个方面，就也接触到了很多数据库相关的技术，就比如 SQL 解析，然后物理计划生成和元数据管理等等。总的来说，就去年的开源之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也在这段时间里收获到了特别多的东西。谢谢Qijun。那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成长，去那个提高，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然后确实跟 Sky 一样，有一个好的一个指路人非常重要。然后那我们那个俊杰也来分享一下吧。哎，好，我是2021年参加了开源之夏的 ShardingSphere 项目，然后当时主要负责一些场景整合测试，然后当时的导师就是潘娟娟姐，这个任务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任务，就不像 Sky 啊，不像那个奇骏一样，就是特别听起来特别高端，但是它里面具有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吧，就是刚开始提交代码的确也特别得心应手，但中后期就是随着整合测试场景增加呀，它就会有不停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启动缓慢呀、配置文件繁杂呀、巴拉巴拉的各种问题出现。这是我当时给 SS 写的一个巨大的 bug。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不停的去找新的技术。然后当时就是想尝试一些新的办法来替掉这些冗余的配置文件跟冗余的代码。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新技术在国内的文献可能是比较少的，学习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成本。就好在我们有导师和社区的帮助，甚至通过英语老师的帮助，我才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用起来。对，然后在整个开源之夏的过程中，其实它的时间稍微是有点紧凑的，同样就是它也是一个成长特别快速的时候，我们需要不停的 push 自己，就是不会给自己一个懈怠的机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啊，也会获得相应的启发，然后进而去创造更好的代码和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开源之下其实做得更好的就是给我们搭建一个平台，然后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觉得这个对我们一个刚入社会的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得的这么一个 chance。谢这谢。个确实，对，确实这个平台就也是我们一个目标。所以说，刚刚俊杰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说，开源虽然是开放的，但它其实也是有一定门槛的，对不对？如果说你想就是深入进去，那你其实也是一个要必须自我不断提升的，才能不断的深入进去的一个过程。行，那我们请那个张恒也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吧。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参与开源之夏有很多的收获，除了个人的技术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扩充自己的人脉，能够认识很多的优秀的前辈。去年在 Zero 社区是一位叫冯家纯的前辈带我做项目，然后他虽然很忙，但是也非常及时的去帮我 review 代码，然后帮我推动项目的合并。然后今年在 RocketMQ 社区认识了杜恒前辈以及金融通前辈，然后我的 mentor 是金融通前辈，他因为我把一个非常大的 feature 分成了很多的小 feature 来做，然后我每提交一次代码，他都在隔天都非常快的帮我去 review，然后帮我合并，然后帮我去推动整个项目的进度，以至于我们只在短短的2、3个月内就完成了非常大的项目，所以非常感谢这些前辈能够在这段时间内来带我做项目。当然也正如几位同学所说，
在开源这个路上，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引路人来帮自己成长还有前行。对，所以我觉得，参与开源之下，能有这好的机会去认识一些前辈，是真的非常好的事情。对，这个确实，大家其实各位同学刚刚在介绍过程中都有提到自己的导师，还有后来在社区里面遇到的那些开发的前辈。那大家在这个开源社区里面能够无私的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技术，或是把这个技术交给你，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是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然后也是可能是在学校里面，你们在学习专业课程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得到的一个机会。那觉得还有就是说，大家几位同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是真的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去提升，然后是抓住了这个机遇，然后也去迎接了这个挑战，所以才能一步步的走下去。然后就是我其实这里还想再问一下，因为像那个Sky 它已经是 mentor 了嘛，这个提升确实是很快的。那在开源之下，其实有好也是有不少的这样的学生，在通过2年或是1年的时间的积淀，然后就是可以有了一个做 mentor 的一个资格。那你像那个张恒还有Qijun也是第2年参与开源之下了。刚刚大家也是在这个，也是那个，聊到了这个，在可能在不同的接触了不同的社区、不同的项目，有了不同的那个体验，然后也分享了大家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怎样的去一步步的去提升的，然后呢，其实大家不管是俊杰还是一号，还是齐军，还有张恒，就是大家其实从自己的不同的开源经历里面，其实是从不同的层面代表了，不同的学生的一个参与的经验。那就是很高兴的，就是大家在参与的过程中是不断的去积累收获的一个过程。那也是有很多学生也好，还是高校也好，就是把开源之下当做了每年的一个必须打卡的一个活动。那像今年，北邮呢就是自发的聚集了很多的学生来一起报名开源之下，然后甚至做了一些那个推广活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逐渐看到了开源之下对大家的一个影响。那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这种影响，不断的积淀对大家产生的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可能有个人层面的，有个人层面以外的，社会层面的。那可以请大家来，谈一谈这方面的体验嘛，就是你在开源之下的收获还有成果，对自己个人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的一个影响。那俊杰可以先分享一下吗？可以，OK。其实开源之下加深了我对开源的理解跟认识吧，就是通过开源对我的那个技术思维有了一定的提高啊，扩大我的眼界。然后作为一个在校生的话，和甚至是一个已经工作的人都觉得开源可能是一个比较科幻，甚至是一个跟现实脱轨的事情，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这么一个存在，它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离得更近一点。然后开源经验其实对我们日常工作的帮助其实挺大的。比如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写代码，很多时候我们都写了那种比较像一次性的代码，就是我们很少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或者是就是想怎么写怎么写，就是写完代码就往那儿一放，然后它可能就是我们日后的更新维护和迭代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现在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开源经验，就是我们之后的写代码。都会本能的去想一想，这块代码会对我们的系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从系统层面来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更好的写的它的方案？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日后的维护啊、使用、扩展，其实都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我觉得开源之下，其实可能会孕育一批又一批的这种新的程序员，然后这会形成一个浪潮，就是大家如果都。像这样就去努力的学习，努力参加开源，就是我之前遇到那个问题，比如新型的技术在国内的文档稀缺啊，跟这个技术在国内无法推行这些问题，可能就会就顺带脚就好起来了，因为大家都带有这种开源思想，对吧？这个就是真正能实现所谓的技术无国界这种美好的愿景。像刚刚俊杰说，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到是一种思维的改变，然后就是思考方式的一个改变。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深入的一个点。
这个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那像 Sky 是现在是在国外一直读书学习的，对吧？那对于你来说，你感觉是对，如果上升到价值的话，是怎样的一个体验？价值的话，我分成个人价值和就是社会价值嘛。这个对于这个国内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对于个人价值来说，我觉得首先就是对我最直接影响就是参与开源之后，它帮助我确定了我以后 career 就是工作和研究的方向。然后在参与途中，我了解到很多云原生领域的正在兴起的技术，这些都是新技术嘛。然后在和导师探讨当中，我是就是确定了更值得研究的方向，然后就是现在国内外有很多以开源产品为核心的新创业公司在蓬勃发展嘛，然后在一个健壮的开源社区里面，脚踏实地建立一定的技术和影响力，对个人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提升的。然后，对于社会方面呢，我觉得参与开源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开发它自己的一些复杂系统。然后，比如说把机器学习给结合进可观测性平台里面，需要工程和算法的非常紧密的结合，你需要又了解学术界的东西，又了解工程界的东西，这并不是每个公司都能委托开发者去探索的。然后把技术开源出来，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面对不公平的技术垄断这些东西，可以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学习需求。我觉得这两方面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想参与开源，然后继续参与开源。感觉这是形成了一个大局观的感觉，非常棒，非常棒。那张恒呢？就张恒，你是有在这一方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就是不管是成就感啊，找工作啊，还是科研啊这一块儿那我就聊聊社会价值吧。比如说去年开发的 Giraffe 项目，它就已经被蚂蚁内部的一些组件所使用。然后今年开发的这个项目也要上线阿里云的一些服务。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校生，能够参与和开发这些项目，并且能够被这些大公司所接受。其实本身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那此外，这些项目能够被这些大公司所运用，还可以通过像阿里云这样的平台去将其传递给更多的公司。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有社会价值的事情。对，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去经手的这些项目，都能够就是有相应的成果落地，为自己的付出也是能够有得到肯定，而不是说这个就是单纯的一个 task 结束了就结束了这样子。那Qijun也分享一下吗？就简单聊一聊我的个人层面吧。就我之前做的一些项目，可能都偏向于学校的，然后就没有做这么一个大型的开源项目。在参与了开源项目之后，可以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么大的一个项目里做出一些贡献，然后最终可以被其他人所用到，觉得还挺自豪的。对，就大概这样。非常好。那就希望大家在后续的过程中，能够在开源这片长河里面看见大家的代码的星星之火。然后呢，再就是有一个结合时下当下的一个背景的一个问题呢，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随着就是近几年开源还有开源文化的一个普及，那我们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面向大学生的这个开源活动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学校也是开设了这样的开源相关的一些课程。就是那大家是在校园的目前校园的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开源很浓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氛围吗？就是开源这种氛围是给你们的学习也好，还是说你们的甚至是生活也好，都带来了一些改变吗？有这样的感觉吗？可以大家来分享一下。Sky 先来，我看你麦开着。我想，在校园这，我其实个人是有一些脱离校园的，因为我现在在读研嘛，我的实验室根本就不在学校里面，而且我和本科生的交流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因为我本身也自己也不是本科生了。然后我就说一下关于我创建那个新手群的背景故事吧。因为新手群里面我拉进来也都是学生。然后我发现，就随着开源之下到了第三届的时候，这个报名申请非常的卷。怎么说呢？就我们
SkyWalking 有一个项目是八个项目当中的一个，是 GoLand SDK 的一个指标上报吧。然后它光是官方记录申请，就我在申请截止前面一天看，也就有9位同学了。然后在私下里咨询的人数至少还有5个额外的，然后可能是因为我跟他说人太多了，被我劝退了。然后我想这14个同学里面很可能就有和去年我一样的人，有那我不说我自己有很大潜力，他们有很大潜力，他可能没有中选，单纯是因为有就是他们没能比得过卷得过另外一个人而已，不代表他自己不行，对吧？那就是和我一样的不敢不知道没机会。那我很可能会失去潜在的有实力的贡献者，于是我就创建这个新手群，于是我把他们每一个同学在加群之前，我都和他们私聊过，了解过他们的兴趣方向和贡献意愿。就是我很明显的了解到，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比我当时本科的时候会的技术多很多，而且他们都知道，这开源现在很火热，然后很有价值，小额贡献，但是他们确实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他们很多人甚至就是没有机会去了解，那些最基础的，像贡献流程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在了解他们的兴趣方向和那些贡献的爱好之后，我可以更好的给他们提供，比如说一对一的帮助，或者帮他们找到我们社区里面的核心贡献者和导师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生态就比较复杂了。这个 SkyWalking 它仔细数数可能有30几个项目仓库，然后确实比较分散，而且难以入门。到今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成就，在开源之下和 GSOC 之外，有同学已经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群联系到了导师，然后开始了他自己的贡献之路。我还在这边对于那个开源之下有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在明年提供一个板块？就比如说有些社区，比如说 Apache Foundation 下面，它不会，也许后面没有公司就不会有资金来 sponsor 额外的项目，对吧？然后也许我们可以额外的在那个板块里面抛一些项目给那些想要机会，但是也许没能中选的同学。对，我就是这些了。对，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后续的活动那个议程之上。就是嗯刚刚的 Sky 做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我觉得 Sky 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开源布道师了。就是，然后我感觉就是在吸引学生参与这些，可能就是说是可能并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就来去大胆的去参与开源。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是开源或者是优秀的开源社区的一个魅力所在。我非常希望这样的一个群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像 Sky 这样能够主动的去建立这样新手群的mentor，我也希望就是说是会遇到越来越多新手的这个老生带新生，然后就是在都是大家在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行，那我们请那个奇骏也做一下这个改变的这个分享 体验。哎，就最近2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周围的开源的氛围越来越浓了。然后我所了解的，就今年的开源活动就包括咱们中科院啊，还有阿里、腾讯、CCF 的开源活动，然后国外的还有 Google 的 GSOC 活动。就以我身边举例来说，我本科有一个开发小团队，我们一共有6位同学，会一起接一些简单的小外包、小项目。我们之前应该都没有接触过开源社区。在去年，我发现咱们中科院开源之下的时候，就把这个活动分享给大家了。当时我们大家都尝试报名活动，然后最后我们都参与了，各自有参与 Apache IoTDB、Apache SkyWalking、Apache ISCAS，还有阿波罗项目，最后都顺利结项了。然后还有我现在一位研究生同学所在的实验室，大家现在暑假也都基本上人手一份开源项目。现在的开源项目、开源氛围，感觉对学生越来越友好了。提供了很多机会，可以让我们学生加入到开源社区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非常好。其实，但是就是虽然说现在就是开源非常，就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热门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一个浪潮也好，但是，其实大家也有提到，大家有时候在参与开源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可能就会畏手畏脚，或者说是并不知道自己的所擅长的点在哪里，然后导致自己可能参与开源不是那么顺畅。那还有
可能是在不同的区域或者是不同的环境内下的这个开源的参与度还是有差别的。那大家如果说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在高校中推广开源的话，大家觉得会有哪些机遇或还有挑战呢？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下分享，就是从你们的这个视角来看。先来那个齐俊先来。我觉得就很多同学可能都不太敢迈出第一步吧，对自己不够自信。就去年我邀请一位朋友一起参加 Apache IoTDB 的项目，刚开始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太够，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他和社区讨论交流之后渐渐的开始上手起来，最后也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同时今年他也继续参与 Apache IoTDB 还有 EventMesh 的开源活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咱们学生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勇于迈出第一步，毕竟代码也没有什么太难的嘛。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开源社区其实可以对新手提供较为完善的学习文档，方便我们学生可以快速的上手。对，很不错的建议，毕竟是学生，并不是混迹在开发界已经很久了。那 Sky 呢？我觉得你经验应该是相当丰富了。我发现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不自信。然后我这次拉群嘛，我觉得我至少跟100个学生聊过，我发现里面至少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同学都在最后说，就是我想，但是我就是不自信嘛，就是反正不一定是言语上直接说出来，但是他行动上我也看得出来他确实不自信的。然后这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迷茫，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他这个自信。我跟他说比如说贡献之前你应该先去作为一个用户去使用这个产品，然后其实这个我说出来是很容易，但是你要怎么正确去建立起这个知识的基础，然后去搭建这个产品，然后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在里面找到这个贡献的点，这个其实还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就只能暂时只能说这个我来尝试一对一的帮助他们，从他们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的角度和从他们的技术水平的角度上来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然后就是给他们这个机会去交出第一次贡献，然后这个之后我相信流程就会简单很多。对，好，特别用心，所以主动性还有自信，再就是说是你要想学习它，你首先要去了解它才可以。非常好，那俊杰呢？俊杰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可以，其实我在当初接触 ISS 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么大个项目如果想轻易提交代码的确是很难的，所以我当时尝试就是说我用一个用户的视角去来体会一下这个项目，我当时写了接近20个 example 去尝试用用户的感觉去用这个项目，然后用着用着就知道如何去从一个开发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项目，然后对于在校生来说，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些项目他可能暂时用不到的，然后他可能本能觉得自己不能，或者就拒绝了，不了解就拒绝了这个开源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如果在学校内推广开源，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打破这种思维，就是给他们一些比较接地气的方法去介绍一下开源，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写到什么项目啊，就可以用它去做更好啊之类的。然后对于应届生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去功利的考虑开源的价值，但我觉得如果不管从哪种角度去看吧，开源可能都是一个有益无害的一个选择，就是具有一个开源思维的一个程序员往往是很多公司包括各大厂都是特别需要的。然后让大家多去听一下就是我们开源大佬的一些分享会，然后理解这个开源是一个多么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对，还是要首先去自己打破这个壁，然后去改善一下，打破自己这个思维，才能去寻找到那个价值。这一点是这样，就是作为学生，可能作为学生的话，可能就是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确实有困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那要不张恒也给大家来说一下你的这个体验，就你是周边的这些学生啊。OK， 我之前有组织过一些学弟学妹一起来参与
开源社区，比如说 Zerg 社区和 RocketMQ 社区，然后也给他们准备了一些任务，但是其实到最后可能也没有同学能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觉得，都像你们说的一样，就是怀疑自己有能力，然后不敢迈出第一步吧。其实我去年大二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反正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其实就已经能够打败很多的同学了，因为很多人都不敢迈出第一步。那迈出第一步之后，然后再加上开源之下的有好的引路人之后，那其实成长是很快的。所以我觉得能给最大的建议就是，能敢迈出第一步，肯定会有成果，不要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事情。对，确实是，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学生同，但是但我现在就是插一句，就是我感觉大家在经历了可能是不止一年两年的这个活动经历，或者是大家在社区的经历哈，大家首先可能自己的那个身份，其实潜意识里面自己的身份的角度已经改变了，像刚刚俊杰说的，就是说，我那个。我首先我是打破思维，我站在了开发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那这个其实就不一样了呀。那如果说我是完成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或者说是我是去哎我行不行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就不行。那就是说是首先自己先打破自己的这个思维的那个框框，然后呢就是说转变一下自己的身份，然后再就是说是。还是希望像开源之下这样的，可能是门槛，或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会，能够带给大家，就是，更好的去了解开源，了解开源社区是学习，还有就是再去学习这些技术的一个通道。然后呢，就是说，不会让大家觉得畏手畏脚，让大家去觉得是我也可以，我真的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再就是说是希望大家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有一颗恒心，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可能，就是成果落地。那这个大家的价值可能就会一下子攥在自己手里了。这一点也是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差不多也讨论的比较深入几个问题，大家参与开源之下，参与开源社区，也就我首先是收获很多，看到大家这年轻的这一代的力量。还有就是这个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棒，就是不愧是 Z 时代的这个力量。虽然你们是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影响着信息技术时代，非常好。那要不大家都来做一个寄语结束语，再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打 call 好像是启发吧，这样好不好？要不我就点名开始，从那个 Sky 开始。又是我，那我先，那这个句子怎么说呢？就是跟我当时专访里面说的一样吧，就是开源之下应该是作为你一个加入开源社区、开源世界的一个敲门砖，而不是你的一个什么重要里程碑，或者说是终点吧。你在这开源之下得到那份证书，或者是简历上那一笔，或者那一笔奖金，其实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它会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开端。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参与开源之下的，或者参与开源社区的这个经历当中，把这段宝贵的引路人的这些指导什么东西，记在心里，然后就持续参与下去，成为社区的核心贡献者，或者是对开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吧。非常好，谢谢 Sky。那我们请奇骏来做一下结束语。就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吧。咱们现在国内提供这么好的开源氛围，然后就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就好。然后就这样。那俊杰。开源，我觉得开源之下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引路人吧。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开发者或者是技术人，就是跟随着这个浪潮，逐渐去走向开源的这个过程吧，觉得应该是特别宝贵的。我希望很快的形成这个趋势吧，加油，加油，开源人！非常好，非常好，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张恒也跟我们做一下那个体验分享。我觉得
参与开源之下是在校生能够参与开源的一个最快的途径以及方法。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能有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以及同学能够大胆的迈出第一步去参与开源。非常好。其实大家刚刚都有说是开源之下是起到了这个推动作用，或是开源之下给到大家。其实呢，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你们的力量，你们作为新生代这个浪潮的力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推动着开源往前走的。那就是你们的活力、你们的力量、你们的智慧，在开源的这个群体中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的。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的这个力量能够卷成，就是像俊杰说的是形成一股浪潮，不断的往前推。那也希望就是说是，越来越多像你们这样的 Z 时代的开发者能够参与到开源中来，将这个力量做到无穷大。那同时当然也非常希望大家就是继续关注和参与开源之下。还有就是最后是要特别感谢 Apache Con Asia，然后感谢各位同学。希望这次大会呢，ApacheCon Asia 能够顺利的举办成功，也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好，谢谢大家。行，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谢谢。